不要撞，不要撞，可以了，来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哪个来哪个。哎，你看，你叫曹一鸣，你少说，坐过，然后坐过，坐过。给我们乡长，给我们乡长过一下，好吗？乡长，你来了，你来，你来。好，开走了，开走了，开走了，开八点，开小。这样会掉，很可惜。我想县长啊，一般人特别过来。停五分的，你看现在都一分钟了。几分的呀？你看一分二十多。吃掉了，时间都被跳到高，赶快弄我假料啊！追车的，那桥都外头追了。你这厉害，一辆车的，他们都知道路线，熟得很。上次我们那也是啊，哦，他们追的。明天就没了，明天没了，还是三十一号？没有，今天最后一天。对了，等一下再一班，在学校下午还有一班，五点下，五点再班，在最后一班来的太晚了，学校没了，我关机了。所以今天这一趟是倒数第二班的。好像在
下去了。没有，三站，不用，快一点。宝山站，宝山要下来吗？没有，要来，我拍一下。宝山街啊，你可以那个听的宝山街啊。桃园饭店吗？宝山街。每天站的就休息。加个列车。辛苦啊，每天都在等。这宝山街啊。哦，背这么大的。现在下车了吗？有问题。这是第二站。所以今天开完就不会。就晚上还有一班是不是？晚上等一下还有一班，五点一班的那个时刻表看一下，嗯。五点十分的时刻表没有来，还有另外一个会来。这一班是他的时刻表。嗯哼。好，大哥，你这一班去，然后四点多开回来也是你开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就是五点多了。五点十分的又换不出来。过来古刷蓝米街啊！会下去了，中间停几站？啊，过来的。快，别叫叫贵啊！你停几分钟呢？六站。哦。那你是常态性开这班车吗？平常长实习都是在开双流电的车。这条路线走路历史，关门来，坐下，请开车，开车来。那个，心里面有一点紧张的。开车来。列车长他是司机员，是没错，他这边会那个哈、哦，就是会，他如果他有另外一台，不一样啊，留在这里。没，你看没？57678，可以问一下啊，97这边的火车乘客要不要买票？这个火车乘客要不要买票？哦，买好了，学生的没有。是的，平常的，平常不用，谢谢。看了一不到。哎呀，你到那边，他也到那边，到海湖，他也到海湖了。你就不用买钱了，买票啊！你也不用查票啊，不要。对了，没有，我们要去管理车场。到我们的大门再杀，杀到中义，我被投出去了。我懒这个，我就不敢打。
现在不打自招，赶快补票。赶快补票，既然都讲出来了哈，从几年开始算。以前就有一个来自己来补票，他有一次没有补票，有一我觉得七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婆，不是发毒那个，哎呀，自己跑来补票了。放这边，放这边，不要被看走。不会的，我还挺顾的啦，这你的啊。对的，藏起来，藏起来。被看走就看走。不会有啦，谢谢啦。我要看时间啦。啊，你是时间粉丝，这边来不及了。队长，你现在马上有没有要超车？可以简单讲一下，这一班车是倒数第二班，是今天的最后第二班。对，是的，今天下午还有一班。是，那这班车主要今天开这班的目的还是常态的吗？我们中午这一班是县政桃园县政府特别来跟我们申请的。对，中午这一班是这样的。那桃园铁路是？从今天开始就没了吗？就是到最后今天最后一天吗？桃林铁路客运部分，今目前是倒数第二班，谢谢。那货运呢？货运的话，我就不清楚要问那个货运总所。抱歉抱歉，列队长贵姓？好，我姓张，谢谢。我是李佑安，进博物馆。博物馆。几分钟到那边，然后停留多久再回走是吧？像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有个折返点，十分钟，停留多久？二十分钟。叫什么没有晚吗？那叫吗？今天的话，十九分。今天设定是69分，十九分。可是应该没什么时间了，应该到了30秒，转线就回来的啦，就耽误了哈，所以回头就，这些民众回到又是这样了。你前面5分钟，后面就10分钟，后面就一路就5分钟、10分钟这样子，等一下。所以回程还是一定要准时开，就是基本上是这样。我们一定会准时开的，但是今天的状况我会努力。哇，这个民众可爱。对啊，他们都知道。到底要逼一下，太近了吧。
来照一下，照一下，这个以后叫他们不要这样做。这个铁脚下都快要堵到地了。麻烦你们，这个拜托。没有关系，他有开办的、啊，我们这个。不是不是，这个要报道一下。历史性的先生有，这个历史会记载啊。是是是，好有历史、啊。我们非常希望他们来一起参与啦，但是不要做危险的动作。像你们这看到目标的话，昨天的班我不清楚哎、欸。我要问一下、啊。可是我觉得没有闲聊，我觉得如果我觉得这样很糟糕、欸，为了搭一个火车这样子。你问我。昨天听说是有录好，那、至于最后怎么样，我不清楚。有什么？啊，就是蛋塔效应啊。最后一班，我也要，你也要，就坐在月台上挤不上来，就干起来。火气都上来了。稍微有一点冲突，我们很棘手。这是你们自己在记录这个？没有没有，这个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的，这个，这个我们将来的记录。哎、这种火车嘞，都会被过去。一个拍的，因为叫我拍，拍长一点。我靠，出靠太多了。我靠，出靠太多了。哎，我嘞，我那个哦。啊，好对，两线好哦，等关起一线一线呢，两线，这边是一嘛，一去一去一回嘛，哎，你讲出来这边看多，你讲出来这边看多，你讲出来这边看多，所以我看，我看我到去两条线，行嘛是看我是一来一回的呢，行，汽车行。Thank you.
开车。徐大哥可以开车喽。哎，开车，开车来啊！哎，来。现在你给我开车，开车我来。开车我来。耶！我刚刚前面有听到。哈哈哈哈哈。上过来。谢谢啊。这边一般都是你做的，对？对对对，你一起瞭望。做瞭望的动作，你可能没什么机会看到。那是什么时候才会有瞭望？时速很快的时候。不是，我说从路边跳出来的。还是有遇到的这种人。我们多少？你用那个网络通，每个月查一查新闻，就你可以装那个。MOD 啊，中华电信 MOD 56台。要不做让要不做用网络看啊。对啊，网络在上网打一电就可以了，有直播。对对对，电脑可以。是，你可能营业科的。手机也可以看。把那个行先版用成专利，因为那个破了。那个大概放已经大概营业科应该会传一下。他手里面。就是一般有些电视就大概可能在五。这就开不了啊！来，那个报告现场。你有这个钥匙吗？没有。这个这个钥匙很少的。对，要赶快锁起来。他现在是这样。他说外面是那个海线的站啊。哎，都被锁住了，我印象中这边那个车刚刚通过，检测杆有点，我在收拾，哎，开着，我在负责干嘛？没电，我可以回派给你。这回再问呢，我这不是调来的车吗？我来的时候就有发现，然后调都没关系。我在那个桃林站，我没有看到，你那个特别照那个，还是我没钥匙的。调来的车啊，没关系，调来就柴油，没有车。咦，不要调来的车，没关系。调来就要装锁。这种车的车龄应该几载？我在桃林站我有看到，我就是刚才有记得吗？怎么没办法做？他既然出发，没人跟门，我就刷。后面中间那一台看能不能开？那我等下过去看看。中间那一台，在中间哦。为什么这里这么热闹？先打，要开始先打，是那个华侨村的，哎呀，啊，先打要进入那座村的。